网上的朋友大家好，现在呢我 Minister 带大家来到这个 Paro Tetra 了，我身后面呢就是赛大佛，你们看见呢大佛的唐卡已经给拿了出来了，现在你们能看见呢在这里呢就是可谓这个人山人海了，全都是人呢，我们 Paro是哪边的所有人都来到这个节庆哪边跟我们就是一块儿庆祝，你们看见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 Paro 中拍罗中就是举行这个 Paro Tetra 的，然后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Paro Tetra 我们做什么，现在先谢谢大家收看，感恩车。